我希望大家是带着友谊来，又要很好的参赛，每个运动员都怀揣着对祖国的无限的深情，希望自己用最好的成绩来回答祖国，我相信我们的运动员都是好样的。 刚才听国歌那一刻，感觉到还是很震撼的，因为毕竟在异国他乡能够奏起我们国家的国歌，很是令人振奋，很激动。